资深女歌手叶倩文以潇洒走一回红遍两岸三地，到香港发展后，除了推出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也参与不少经典影视作品演出，与林子祥长期合作擦出爱的火花，结婚多年是演艺圈模范夫妻。日前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自己巧遇叶倩文，还贴出与叶倩文林子祥的合照，透露对方相当亲切，就算打扮简约朴素也没有拒绝合影。画面中叶倩文与林子祥都顶着白发，两人坐着面对镜头，露出和蔼的笑容，叶倩文一脸相当有朝气，整个人状态保养得极好。没想到不少网友目光被叶倩文好身材吸引，她身穿白色合身上衣，意外让傲人尚未现形。其实早在叶倩文满60岁生日时，就曾透露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将享受优雅的变老，有意识的努力在每天做到自己的最好，也成为最好的自己，珍惜和照顾匆匆而过的每日，好似他们是稀有又美丽的珠宝。而其实生命和地球也的确如此。